有少少線咁攞波，呢邊起腳嘅時候都好似食唔曬啲力嘅左腳，咁啊結果俾人解圍嘅時候清翻出嚟，最後落到黃衫腳下嘅，但係呢邊有個遠射埋去，世界波3-1，中場位置起腳，飛越半個場入波嘅係鄭力華。呢球完全咧就憑佢嘅機警啦，因為見到咧九蘇聯咧喺中場好似控唔定個波咁，流咗去佢嗰邊，即刻就加速埋去施射啦。見到佢射完咧都有啲滑草嘅動作啊，但係今次咧唔使跪喺度，鞋底。